对，这里是我家，我还在睡觉。哎呀，现在几点了？怎么有古怪声音啊？好丑啊！你是谁啊？阿妈，阿妈呀！这里是阿妈。阿妈开车带我去哪里？你看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好困。头好痛哦！刚刚谁打我的？这里是哪里呀？这里，我有印象，这里我之前有来过，是阿嬷的家。哈哈我们被阿嬷绑架喽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要玩 Granny 第二代版本的，没错，有阿公跟阿嬷一起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玩特别不一样的结局，搭飞机离开。唯一没玩过的嘛，我们有走路出去的，跟下面好像有船吧，是这里吧？看一下啊，对对对，这里可以搭船离开啊，哦，还有触手呢。我们今天呢要来搭直升机离开，没错，观众都说有直升机啊，这是玻璃什么鬼东西的，拿走啊，有什么东西都拿去那边先啊，先去找直升机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直升机的话应该在，喂，等下，我下去也是死路啊，哎呀。鱼在醒来了 ，Hello， 哦，原来这边是这么好看哦，这个铁门还有电呢，哇哦，这些玩没有什么仔细看到呢。我们今天目的不是这个、啊，去楼上，完了，你看有鸡腿啊，你看阿嬷是鸡腿，阿嬷，两个人太难了啦，这里有监视器，嗨，我们是已经掰咖了，现在。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我还要去楼上看，我要先找到直升机，我才可以知道我要干什么。不是那个摇铃，不是，我是阿公摇的，那个铃铃铃是阿公摇的。没有，阿公在睡觉，那刚刚是谁摇的？阿公平时会睡觉，所以其实还好。You know see me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照片的碎片啊。我不知道飞机在哪里耶，应该是在这边楼上的吧。对对对，我记得是在楼上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保安室的钥匙。好，钥匙该不会是阿公身上的吧？阿公身上有掉一个钥匙哦，所以我们把阿公给杀了吧。钥匙，船的钥匙，你不要过来，这游戏也太难了吧？正常人到底怎么玩的？为什么我就只能一直死？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什么东西？水不能碰啊！原来水不能碰。这个水沟这么小，为什么它这么大可以进来的、啊？太多新的东西了，完全破关不了啊！阿公在监视器，阿公在监视器，阿公在那个监视室，控制室吧。不用玩了、啊，全部给你们玩就好了、啊。你们两个一来一往，我玩什么？铁处女是铁处女耶，嗨阿公，你们两个一来一往，我不用玩啦。等你睡觉，我再偷走你钥匙。阿公啊，为什么你不来睡觉？你到底要怎么样还要睡觉的？你们在楼上干嘛？两个人是不是做怪怪的事情？对不起，请你们继续做啊，不要管我。Yo, what's up, man? Yo, 阿公嗨，阿公嗨起来！完了，我弄倒东西了。阿公嗨起来，阿公，阿公嗨起来，阿公，继续跳舞啦！你们两个，完了，我死定了。这里，打开。这边外面有一个类似人类头的东西耶！好奇怪，这边还有一个地堡。地堡里面有一个需要扳手，好的，我马上去拿扳手来解救你啊！阿公，拜拜，阿公，你继续发呆啊，阿公，
我没有看到，我什么没看到？胆小 ，Where are me？ 我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你叫你们两个王八蛋！来，我的扳手来了，拖出一个螺丝。哦，什么东西？我解放了什么？没有水了。OK， 可是那边有一个怪物吧？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拿一块肉吧。这边啊，有电击枪，电击枪呢？我们是阿公好了，我们要拿他身上的钥匙，不要浪费在阿妈身上啊！啊哈，快点刀啦哈 ！OK， 好，谢谢，哒哒，拿到了！吓死我了！原来还会走这条路的、啊。这里 OK， 然后这个是监视器，不要关掉！上面，去楼上！直升机在这里吗？走这里？是这个吗？然后这边需要放照片，才可以打开。我们要需要收集照片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阿公跟阿妈来不了的地方呢，好爽哦。那边需要枪 ，OK。直升机手册，照片，剪刀。还有阿妈不像修女一样会爬、啊，哎呦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再电击，电击。电击可以无限使用的哦，这么爽的哦。有一个照片我记得在这里的，我可以直接过去拿，不要理他，他应该不会直接出来咬我的。两分钟，拿走。好，两分钟。 OK， 你不要出来哦，拿了，拜拜。一张，两张，三张。是阿公自拍照，好自恋哦。这直升机是属于阿公的哦。这是什么？可以出子弹呢，但是我们还没拿枪啊。要先赢这个才可以开。Beam， 给我，呆呆，你慢慢抖。阿公是不是在楼上跳舞啊？不要每天跳舞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在那边复活啊？复活被我看到了吧？还躲在旁边啊？粘纸，找到粘纸了。粘纸也需要吗？它是飞机用的粘纸吗？那种强力粘纸吗？啊哈！还想跳舞啊你？干嘛？还敢动啊？不要动哦！肌肉真的要给它吃吧？我觉得，我们带回去给它吃好了。不要担心，我这边有肌肉啊！不要担心 ，OK 的吧？乖哦！给你！肌肉，我给你了。怎么这样的啦？肌肉在那边，你还我好不好？抱歉，那个还我一下，还我一下 ，OK， 我会给你的，要怎么给你？等一下，不要怪哦，我蹲低哦，动物啊，有，动物就是要蹲低，他们才会甘愿的，对，好吃，对，很好吃啊，在这里，这就是我要的，拜拜。很会呢，这个怪物，看屁哦，好像嗑药一样哦，好嗨哦，这个阿公还会跳舞哟，阿妈也好嗨哦，你也要跳舞吗？开箱 ，weapon key， 有，武器的钥匙啊，这就是我们要的，武器的钥匙拿到了，武器我记得在这里，哒哒，打开，拿到枪。可以放两发哇，好好啊，这武器。走，我们去楼上玩射击游戏。只要你开了这里啊，开了这个直升机的路，你就有无限的子弹了。你看，哒哒，来，不要走这么快啊，后坐力好强哦。出来偷看我呢？给我一下。没有了，不能按了。玩完就没有了，好吧？这里就是这里扫什么？扫那个 glass floor。OK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不要这么急，等一下。我怎么知道啦？你很会设计哦，我忘记拿枪起来了，应该捡起枪射他才对的。我到底在干嘛啦？拍谁？我还不会玩哦，会掉下来的。在这里，对，我丢在这里，对，
好嘞，就是这个东西啦。来，放上去，这样就不会倒了吧？谁还在笑我？哇塞，直升机，还有武器的，你这个是什么鬼东西？还断掉？直升机可以这样断的吗 ？OK， 我们果然需要汽油啊，然后还需要拿粘纸来粘，再拿直升机手册跟钥匙就好了吧？啊，粘纸在这里，我之前有拿上来，对，没问题吗？这样真的可以起飞的吗？来，粘纸来，粘纸。我感觉完全不行啊！你是不是想要我飞一飞就坠机啊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看到汽油哎、欸，阿公，你知道汽油在哪里吗？这里也确定没有了。那么这是要楼上啊？对啦，楼上这里啦，开。OK， 然后这边好像也有一个直升机手册，对。然后剪刀的话我有拿来，剪掉这个，剪掉这个。OK， 我很害怕。OK。OK， 不要！我就知道，原来死掉了哦。直升机的东西在这里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手榴弹！我进货了，我用手榴弹了，我进货了。我的手榴弹没有丢到。Grenade！ 呀！炸死哦，好爽哦！等一下，阿公是不是来了？There you are！ 咻！时钟是不是可以打开？打开了也没有东西，所以这里有直升机的手册 ，OK。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直升机的钥匙，但是没有汽油，还是在里面。开门啊 ！OK， 启动。想也知道啦，不是嘛？唯一一个地方，你不要跟我说汽油放在这里了，开。也是啦哦，那就没有地方啦。感觉这是一个 bug， 因为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啊。找到了，你怎么放在这种地方？有救了，拜拜。我拿到了，我要起飞了。你怎么可以藏在角落？好高兴啊，耶，终于，哇，都快死了呢，哎呦，拜卡了。哇，终于依靠自己的实力来到这里了！哇，可以发射导弹吗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的啊？它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它只有7发子弹啊，然后也没有填装部分，所以应该射完7发就没了吧？装油，加油！完成了 ，OK， 我这个用完了，可以再去加那个船的吗？好，走吧，出发 ，Go！哇！噔噔噔噔噔！好摇！呀，上面的那个螺旋桨不会飞掉啊？有断掉的哦！有啦 ！Congratulations！ 哎呀！你们是鬼吧？干嘛？撞死你们了！耶！终于用直升机逃走了。他们可以像那个美国队长一样把我抓住的吧？都可以瞬移了，还是只要我转头就看到他们了？哇，更新了好多东西啊！最主要的呢，是你拿电击枪你就无敌了。对，只要拿电击枪就无敌了，可以一直射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对手但有非常在意的事情啊，他可以炸死我吗？看一下，还是我可以再拿起来？不行啊！OK， 它是可以同归于尽的好东西呢。啦啦啦啦啦！我被鬼抓到了！应该是他刚好复活的时候打到我吧？哇，这太厉害了！怎么会复活在这种地方的呢 ？Everybody get down， get down， 蹦蹦枪，蹦蹦枪，蹦蹦枪 ，yes， 蹦蹦枪！阿公，你在唱歌啊？我听到声音了，好甜美的声音哦！我们来一起死好不好啦？来嗨啊！你看 ，UCCU， 加油！没有，来吧，奇怪宝贝，起呢！可以！等，我忘记了。没有想到居然真的可以呢，真不愧是阿嬷的奇怪宝贝。这次的死亡方法是喂巨石啊，喂那个深海霸爪鱼啊，嗨嗨。
喂食秀哦，总比铁处女好了吧？这样我可以被他吃，他只要心怀感恩的吃掉我就好了，我就在这个社会上有用了。哎呦，有够熟的啦！